大家好，我是黄丽如医师，今次为大家讲解就是怎样去减肥。因为肥胖的成因都有很多种，我们普遍来讲就当消化不良来解释先。消化不良分开就是你的消化系统和你的排油系统的。如果在消化系统那里做功夫，我们可以用下盐包按摩肚脐，买一袋回来500克，然后炒热它，放在一个鱼汤袋里面，然后就沿着我们肚脐四周顺时针按10下，逆时针按10下，如此类推，你做回10分钟至15分钟就已经很有效果了。这个方法可以促进我们的肠的蠕动力，也帮助到排便的。但是也因为关乎于我们食物太丰富了，可能堆积了很多毒素，而引申有很多酵素，而发挥了一些所谓的气体在里面。所以现在台面你会看到橄榄油和一个新鲜柠檬。主要这个食疗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一茶匙的橄榄油加一茶匙的新鲜柠檬汁混在一起做一个组合，然后空肚喝。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胆管道打开，從而加強我哋排油嘅功能嘅。咁如果有啲朋友咧，佢真係覺得自己嗰個胃腩好特別大啊，咁佢又想快啲見效果咧，佢可以用一湯匙嘅橄欖油加一湯匙嘅新鮮檸檬汁空肚服用。大約咧，如果唔心急嘅話，你一個禮拜咧一定會見到一個好明顯嘅效果嘅。多謝。